宝莲，你要吃香蕉吗？大吃啊！不吃怎么有力气去捣蛋呢？侯宝莲，你怎么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上？万一有人滑倒就不好了。你在想什么呢？就一个香蕉皮而已嘛。侯宝莲，你看那边。轮胎怎么打滑了？车子马上要失控了！干嘛？不然你提着我们跑也行啊！我害怕。啊！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，乱扔香蕉皮，还把车子给弄坏了？没事，红红龙守卫队来了。啊！你们来的正好，请帮我一起把垃圾装回车厢里吧，不然臭味会影响到周围的居民的。我吧，我的角龙工程车能够清理这些垃圾。龙犄角形态中发，爆破龙犄角！看我的万能铲斗，除了挖东西，它用来清理垃圾也是很方便的哟。看我表演吧！香蕉兵团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困了，睡一下不行吗？可是这是垃圾堆呀！我就喜欢，你管得着吗？马三郎，快起来！你这皮盒真奇怪。哎，估计我得叫拖车把我的车给带走了。不就是一把班车的事吗？我来帮你修车。底盘的悬架断了，只要修好它，车子就能启动。我可是红红龙守卫队首席工程师，这点小问题难不倒我。虎豹，铁锤来了！冲击钻在这儿！镭射枪，好，镭射什么？镭射枪，快给我！来了！这威力可真大！小静，阿健，这真的是在修车吗？是啊，不过在修好之前，他可能会把你的车底拆一遍。终于修好了，大家来看看吧。谢谢你，阿健。阿健，车底怎么多了个东西啊？这是我加装的小型回收机，它能够吸附地面上的垃圾，输送到车厢内部，提高小镇垃圾的清理效率。哇，阿健，你真是个天才工程师啊！身为红红龙守卫队的首席工程师，这只是小事情。我还打算替你的环卫车加装推进器和潜水装置，成为海陆空全能清洁车。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了，对吧，小静？是啊，阿健，我们还要回基地呢，现在就要回去了。再见，红红龙守卫队。我闻到幸福能量的味道了，香蕉兵团出发。胡宝莲，我怎么闻到的是一股机油味儿啊？街道干净的感觉真好。哎，怎么又有香蕉皮啊？进不去，看来要手动捡起来了。
是谁开我的车？让我代替香蕉告诉你，我们是香蕉兵团之间。现在车子归我了，幸福能量枪。幸福能量收集完成，秋秋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啊！你们别跑！得赶紧联系红红龙守卫队。橡胶兵团抢走了我的车，红红龙守卫队，请帮帮我！请放心，我们马上就来。红红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红红龙守卫队，出动！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飞豹双甲启动，快计划思念，能量在一间怎能够阿加他实现，表现多来多凭借领先，不怕困难重重界限，红红龙集结守卫队，快出手，胜利是守卫战机装备，轰轰一声团结，轰轰小金守卫世界，轰轰都能化解，哦化解，小龙都冲车，不退却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轰轰都面对终不怯，守卫队为了幸福出列。回收光线，发射！我要把小镇打扫得空空白白的。晶晶，侯宝莲，你的恶作剧该结束了。我这可是在为小镇服务呢，怎么是恶作剧呢？晶晶，希望你被我们抓住的时候还能这么嘴硬。选择，我们要强制你停车。那就试试看吧，基金。回收光线发射。你们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是侯宝莲他们逃走了。队友们，我锁定了侯宝莲的位置，请快点阻止他，不然小镇就真的要变成空镇了。龙机甲形态转换。前方禁止通行，那我转弯不就好了？抱歉，左边禁止通行。那我所有方向禁止通行。我投降。把回收的东西都恢复原状吧。投降才怪呢，让你感受一下磁力石板的重量吧。动不了了，好重啊。回收光线发射，回收机甲喽，晶晶。彤彤，激活堕落背包载具。激活完成，阿健，拆除回收装置吧。激活堕落背包载具，启动。你的回收装置很有趣，不要拆开研究。你没机会的，感受一下磁力石板的威力吧。你的石板还不够我的打桩机砸的。你在哪？我可不想跟你玩躲猫猫。难道？别拆我的回收装置啊！你不早说。我已经撤完了，所有被回收的东西都物归原主了。
又见到大家。你快把回收装置修好，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就不。二毛、三毛，快去抓住他！来找我呀！有本事你别跑！跟紧他！都在里面。那是谁偷偷踢我？反正不是我。你们就先关在车厢里反省吧。不要，这里太重了。那我可不管。阿健，干得漂亮。这只是首席工程师的常规操作啦。吼吼龙守卫队，守卫成功。